Một giờ này trời ngủ xanh phi. Love is over.剛才那隻歌再看到我的人，不用說了，你們一定想起很多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從我演唱會唱了之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演唱會是做成怎樣的，我想今天晚上呢，我決定留下來跟你們一起來欣賞一下到底我演唱會是做成怎樣的。我們一起來欣賞吧。啦
哋中唔中意头先我嘅开场啊？台庆月盛时，准世界小姐同欢乐金丝艺团喺澳门综艺馆隆重携手，诚心献上世界小姐嘉年华。喺 B B 成长过程，有好多珍贵嘅第一次。佢第一次对你笑，第一次捉住你只手，同样佢第一次食糊仔都好重要嘅。所以你俾佢食雀巢婴儿米粉，佢用上等白米制成，有维他命同铁质，开奶就食得，容易消化，啱晒第一次食糊仔嘅 B B。雀巢婴儿米粉 ，B B 理想嘅第一只糊仔。乘风破浪，大展身手。电牌1986滑浪风帆大赛，赤柱滩头龙争虎斗，10月11日至13日盛大举行。跟住食乜嘢啊？牛奶公司家庭金丝光，牛奶公司三色，夏日三色，杂果三色，饭后添情趣。牛奶公司家庭金丝光，再跟住咧。你挂唔挂住喺外国读书嘅仔仔啊？睇下佢孤零零，打个电话等佢开心一下。Hello， 喂，喂啊，喂啊，妈咪啊，妈咪啊，睇佢几开心，即刻打个电话，将远在天边嘅佢带到耳边。舒适嘅睡眠系好奇妙嘅，同妈咪宝宝一样咁奇妙。新出嘅妈咪宝宝唔使频频换片，悭翻多啲钱，而且设计舒适，吸力特强，仲超级防漏，加埋快捷方便嘅双重胶贴，日夜都啱用。妈咪宝宝，我中意啊！狗狗。东京是一个奇幻之都，日航现正以较低消费带你体会过中乐趣，买嘢仲有折扣，行程享受多。东京倾心之旅，日航独家提供。咁快又是肚仔我啦？嗯，我想要奶奶。喺度啦。啱啦，黑玲啊，我同哥哥。每日伴你一起健康成长。一华，你问我第一次登台的感觉？登台就登台啊，不过那个台呢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咁啊，嗰阵时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就参加学校嘅艺术歌曲比赛啦。咁啊，讲起观众咧，啲观众嗰阵时都系我啲同学仔嚟嘅，全部识得噶。但系同而家我见到嗰啲观众唔同嘅面孔，陌生嘅面孔，我感觉系完全唔一样嘅。心底的哭泣，变会少少蒸气放，丝丝
光，丝丝的黑色不断地纵会穿里，点点的鲜花上帝闪闪圣光，就纵是为了不要淌过的空旷，就纵是雾里深处的你的星光。
最近歌坛咧同埋娱乐圈咧都系好流行啊，突破啊，改变形象之类嘅。其实如果问起我当时点解会唱国语歌，又转咗去唱广东歌，其实真系好巧合噶。因为我一个唔觉意咧就唱到一只好靓嘅歌，阿辉哥帮我写咗一只奋斗啦。咁大家都好中意嗰张唱片，入边只只歌咧，啲朋友都中意听同埋中意唱。咁所以一直到而家咧，梗系好自然嘅。人哋如果受我唱广东歌嘅话，我梗系要继续嘅去唱更多更好听嘅广东歌，系咪？心头心扉，心扉绝不离开。
手都冇，头都冇埋。肝胆照日月，义气壮山河。武士勤王，枪挑五虎将。绿林救驾，左拥右抱。英雄难过美人关。新劫后英雄传，听晚明珠九三零。金光斜照，享受逍遥。这个是万宝路的世界。受美国销量第一香烟的好烟味，只有是万宝路。大喜日子更加值得大肆铺张，摆酒要用更高级的干邑白兰地红带马爹利。人人喜欢的牛奶公司，天天带给你更多新鲜、有益和美味的产品。天下有它是世界的美丽，身披心思努力为你发发。简单直接，每一件登喜路名下产品都必须华贵实用，效能可靠，耐用持久，美观不替，傲视同群。在哪里团结之心有 M&M 小妹，我心也都开心透，陪伴你共我把乐趣开久，全世界都喜欢 M&M。 好吃的牛奶朱古力用糖衣包住 M&M 朱古力，只用在口不用在手。间条包装的百佳牌我绝对有信心，间条包装的百佳牌品质又细，值得信赖。条包装的百佳牌啊，抵食抵买噶。冇错，百佳牌产品，食的用的种类多到数唔晒，售价更平。百佳信誉保证，品质优良，一嚟百佳买百佳牌啦。嚟百佳买嘢系好好多。女性肌肤天生柔美，需要额外的呵护和滋润。理牌润肤露。含有天然滋润成分，容易吸收，保持肌肤天生柔美，润而不腻。理牌的滋润作用特别持久，令你时时都娇嫩动人。理牌润肤露恒久滋润，保持天生柔美。每个人都想住得舒适安乐，所以不少公共房屋的住户有机会都想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而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计划特别优待公屋住户，方便他们拥有自己的物业，而空了出来的单位就可以分配给其他居住环境更差、更需要入住公屋的人了。居屋计划为己为人。想呢，我想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梦想的。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我有两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学弹钢琴啦，同埋跳芭蕾舞啦。但我家穷啊，老豆没钱给我去学，他说那些是很奢侈的兴趣。咁后来我就开始做嘢啦，一直做到而家十几年啦。做到而家咁辛苦，我都可以奢侈一下啩。咁学下跳芭蕾舞，冇罪啦。咪而家一齐嚟睇下，我到底点样跳芭蕾舞法？
太错之处，有这个动人故事。白云是人类家乡，这广阔空间里，永远也未受困住。飞翔天空中，从不迷失方向，放眼看地球美事，自由地浮在天边，每一秒都安静，不管多少个寒暄。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翡翠台邀请全港市民观看这个历史性场面。听日早上9:55，卫星直播女王访华。在 BB 成长过程，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对你笑，第一次捉住你的手，同样他第一次吃糊仔都很重要的，所以你给他吃雀巢婴儿米粉，它用上等白米制成，有维他命和铁质，开奶就吃得，容易消化，啱晒第一次吃糊仔的 BB。 雀巢婴儿米粉， BB 理想的第一只糊仔。
纯沙龙，清纯感受新鲜油美国文路。SK2 美芝士为你的肌肤打开美丽之门，它珍贵的发酵成分 SK Patera 深入渗透皮肤内层，即时提供丰富滋养成分。SK2 美芝士护肤系列，无论单独使用或者配合其他护肤品，都能令你的肌肤娇嫩柔滑，明艳照人。 SK2 美芝士，蜜丝佛陀荣誉贡献。Polo 保露薄荷糖，保露薄荷糖，保露薄荷冰凉芬芳，有个窿的薄荷糖，保露薄荷糖。在纽约他刚刚起身，打个电话等他开心下，打去美国三分钟36.9 IPP 将远在天边的他带到耳边。Captain 啊，系先生，佢杯雪糕大杯啲嘅 ，Dryers， 我识欣赏佢啊。美国高级雪糕，我够识录，香滑甜美，零舍好味。Captain， 要杯大嘅。哦，好啊，即刻送到啊。你唔只会中意食 ，Captain， 仲会好欣赏添。净系佢哋只识欣赏咩？俾三杯大嘅 Dryers 嚟。美国 Dryers 高级雪糕，你唔只会中意食，仲会好欣赏添。转奶期的 BB 需要均衡营养，蛋白质、铁质、维他命。美素乐高蛋白奶粉含有丰富蛋白质，为 BB 提供均衡养分，保证他们得到足够营养，健康成长。美素乐转奶期 BB 的天然营养食品。今晚10:05的体育世界晚宝精选就会同大家介绍在捷克所进行的第六站欧洲房车锦标赛，几大车厂霸出他们的精英队伍，争持非常之激烈的，千祈不要错过，一会见啊。其实呢，我就好鍾意睇一啲难度好高嘅啲歌劇嘅表演啦，就好似百老汇嘅歌劇呢，啲舞台劇。有时呢，我都会特登放假飞去嗰度揀几出我自己最鍾意嘅，可以连睇好多次㗎同样嘅节目啦。咁因为我觉得次次我睇嘅时候呢，我有一种感觉，就係佢可以带领我去到另外一个境界，最高的境界，同埋嗰种 feeling 是好超然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表演的人呢，哪怕是最小最小的一个角色呢，都是个个都是，不是歌都是唱得非常之好，同埋舞跳得非常之好，即是样样嘢都是咁精的。所以我好喜欢看，希望可以学多啲嘢啦。因此头先嗰一段呢，跳芭蕾舞啦，咁就係有少少实现自己嘅梦想啊。咁我讲起啲英文歌呢，我就鍾意唱好多好靓嘅英文歌啦。咁近期嚟讲呢，我係对呢一首情有独钟嘅咋。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多谢你。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唱的是七级半地震，
对啦，依家要讲乜嘢啊？讲乜嘢啫？七级半地震 closing 吓、啊，完噶啦，唔系啊嘛。仲有最后的玫瑰，谁可相依？木头人，我信的故事 ，We。